五万众期待终于来到香港艺人胡杏儿当新年的日子了。在本月28日，36岁的胡杏儿与40岁的圈外男友李承德注册结婚。在早上接新娘的仪式完结之后，李承德和胡杏儿就移动步出寓所，然后登上开往酒店的劳斯莱斯花车。下午，胡杏儿独自在酒店门外接受媒体访问，因为她表示老公要先休息一下。胡杏儿笑言老公在接新娘期间发表爱的宣言内容老土，但在这个喜庆的日子，做老公的如果不说会照顾你一生一世和我爱你这种肉麻的甜言蜜语，难道要胡杏儿反客为主吗？当然很感动了，因为其实也很开心了，因为那个时刻就是我的好姐妹还有她的好兄弟都在外面嘛，然后就让她说，然后我觉得她也没有很紧张，要把要说的都说了，呵呵，所以对啊，谢谢他们。幸福满意的胡杏儿荣升做李太太，她预告很快就会去度蜜月，还向老板萧定一请了2个月的假期，为了全力专心的陪老公。不过胡杏儿表示想先过一下子的二人世界，小承德或者是小杏儿可能就没那么快出生了。因为其实今年对我来说真的是挺变动挺多，然后事情也挺多，所以也工作上也是就一直有去做，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时间陪他，一直都是工作，还有可能我们经常都要分开，所以就答应他要我们要好好的去享受这个假期。对 ，Yes 娱乐新闻中心香港报道。